真的到另一个世界了。王建国，你个臭流氓，报什么报啊？在这里待够120天，行医治病，通过考核就能回去啦。就是行医治病嘛，这点困难岂能难倒我？遇到我啊，算你命好。你为何躲得这么远？王爷，你还好吗？本王只是中了敌人的血咒。中了血咒，每到月圆之夜，便会经历经脉寸断之苦，如重世之险。你可知道如何能解开血咒？炼就羽化丹。什么是羽化丹？它是12种珍贵的药材炼制。这12种药材，找到一种都非常艰难。建红，我们成婚可好？得赶紧想办法配置解药。王爷，解药我给你做出来。积分已满，你已完成任务，即将回归现实世界。要走吗？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。